这么好用的料理神器，可以做啥沙酱、蘸酱、肉馅、酱料，该怎么组装操作呢？组装很简单，只需要三个步骤就可以完成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步骤一，放上杯座，先将杯座上三角形摆点，对齐主机上白色箭头，将杯座逆时针方向锁上。步骤二，放入刀片，放上刀片之后，再将食材摆入。步骤三，盖上杯盖，有看到杯盖上的小耳朵和大耳朵吗？将大耳朵转入手把的卡槽，听到咔嚓一声，正确组装就完成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营养大师，料理神器，和您一起轻松做料理。